在13年前的2008年，随着神七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活动关键技术的国家，令我十分的骄傲和自豪。特别是手持五星红旗太空漫步的那一刻，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我振奋不已。那么13年后的今天，我将再次出征太空，除了感到激动振奋之外，更感到的是压力。在本次飞行任务中，我们仍然有出舱活动任务，而且还不止一次。在神七任务中，出舱活动是技术的突破，在现在的出舱活动更偏向于技术的应用，比13年前的出舱活动更复杂、更艰巨、更具挑战。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乘组一定牢记初心使命，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坚决完成好这次飞行任务。